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看的印花短袖 T 恤，还有一件黑色的一个休闲裤。这款短袖呢是花了67块钱买的，不过它摸上手真的是垂感太好了，而且它的手感呢也很不错哦。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，细节全部都是用包边的做工，哎，60多块钱买的，我觉得性价比已经算很高了哈。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图案，这款图案呢它是一个印花上去的，不容易掉的啊，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。下面呢还有一个字母印花设计啊，非常好看。它整体版型呢也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版型哈。我买的这个是 S 码的，它总共有两个颜色，一个白色和黑色，我都买回来了。到时候穿上身呢，给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。我们再看一下黑色，黑色也很好看一眼啊。这是一个很小女孩同款的啊，这是黑色款式，做工细节各方面都很不错啊。领口呢忘记给大家介绍了，它是一个做了一个加固设计啊，就不容易变形的，比较耐穿一些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裤子。这款裤子的话呢是105块钱买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价格还挺值的，因为它的面料真的很轻薄，手感拿上去呢也很舒服，穿上身一定也很舒服啊。它前面这里呢是有一个抽绳设计啊，松紧腰的，做工离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工整啊，细节做的还是蛮好的啊，而且也很平价。这款裤子呢是一个休闲拖地裤，颜色还有一个卡其色，我买的是黑色哈，黑色是最百搭的一个颜色，非常的轻薄啊。现在呢我们把这一套呢搭配起来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这个穿上身这款 T 恤也太好看了吧，这个樱花图案穿上身没想到还是很减龄的啊，而且它这个裤子呢搭配穿上身也很舒服哎，前面有一个绑带，我们可以把它系个结，穿上身很凉快啊。这款裤子呢穿上身很轻薄，看一下这款 T 恤啊，这款 T 恤穿上身也很凉爽啊。如果说我们搭配这款裤子穿的话，也可以这样直直的放下来穿，很随意，也可以前面塞一点，前面这样塞一点的话呢就成了一个短款的哈，也可以整体塞进去，这就是整体塞进去的一个款式啊。它这个裤子呢是比较大的啊，一个拖地裤，我们看一下整体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裤子很宽松哦。我1.66米的个子，穿上身的话它是有点拖地的，它就是这种感觉啊，穿上身非常舒服又好看的一套啊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一套穿搭真的很随意啊，而且又很百搭，很显瘦啊。我们再换一下黑色的一个 T 恤试一下，好，黑色已经穿上身了，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。下面我就搭配他们家黑色的裤子，一套黑来穿也是可以的哈，随便怎么搭都好看啊。因为这个 T 恤的话是比较百搭的，搭配牛仔裤啊或者黑色短裙穿都是可以的哈。搭一个包包，这样一套穿搭的话既随意而且又很显瘦，上班族和学生党都是可以去入的哈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